来看花莲吉安乡公所最近的修正行动树哦，因为直接把树头拢切掉哦，嘛引起争议。湖滨总是烦恼讲哦，树会死，也唔过公所是强调讲这款做法无啥问题。来到花莲吉安乡宜昌国小边门的大路，林行道有几啊丛行道树枝嘛，规个光秃秃，因为公所用这套式的修剪，让爱树民众看了就唔甘。不美观，而且会减少树木的寿命啊！你破坏成这样，它怎么起到的作用？这种剃光头的修剪是不太对的一种行为哈、啊，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太阳光它的光能要转化为化学能量给植物储存，是靠枝叶在作用。向乡公所表示，这几丛树是土匪新木，因为发了树王已经影响驾驶人杂款交通火炬，附近的电线也被砍掉的，要在风台季节来进行修剪，以免以后发生危险。如果我们没有把它修整完成，可能会带来的是电线的断电问题，还有路人行驶在雨中的一个连接触电的这样的等等的危机。也不过邱医生强调，这款的论点并不正确，这套式的修剪除了会让树形破碎，未来发生给往大路行动更加不安全。对此，官府表示，会阁请各乡镇市公所注意。有一些这个乡镇市公所会考虑一些特殊的状况，比如说这个会影响到这个电线的高度啊，或者是说台风季汛期来之前哦。公所强调，这个老树枝是已经烂去，多半因为倒去跌着车，防心球骨折。未来无排除要刷除这个老树，评估了后会甲乡亲做说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